好，我们来看的是在国会开议的昨天第一天的，蓝绿党团爆发了口角冲突。那国民党为了反制民进党，那么说什么要找卢秀燕到立院备询啦？那立院也要求说，那么陈其迈市长是不是也应该要来说明毒辣椒事件呢？没有想到，黄捷对此突然间大俩公抓狂了，冲上前想要来抢麦克风，那也是跟徐小新爆发了冲突。好，我们现在的政府呢，这个复路观光团说好三月解禁，结果临时喊卡，蓝军就炮轰了。我们的政府已经把所有的部会变成了东厂一部分，选前选后法家湾。立院开议第一天，朝野为了要不要让陈建仁现身对瘦肉精报告吵成一团，国民党团高喊要实案真相，民进党团也大声互呛，整个议场乱哄哄。国民党为了反制民进党，要找卢秀燕到立院备询。蓝委罗志强呛下民进党，高雄查出辣椒粉含致癌物苏丹红，市长陈其迈是不是也要来立院说明？没想到深受陈其迈一路照顾提拔的黄捷，突然大抓狂跳起来，冲上前要抢罗志强的麦克风。徐巧芯一个箭步上前挡在中间，双方瞬间大爆炸。你不如叫陈其迈来备询，现在苏丹红在高雄市面流传，陈其迈要喝吗？刚开议，蓝绿女将就爆发激烈口角，阁揆备询，蓝军紧追复路禁团令，为何选前才说要开放，选后就原形毕露，炮轰根本损及国家利益，关起两岸交流大门。观光署什么时候变成国安单位？所有的部会已经成为东厂的一部分。为什么一个宗教虔诚的信仰者，未来可能是一个传道者，却在此时此刻成为一个选举的工具，一个帮凶？大陆禁团令何时解禁，就怕没时间表，到底有没有春暖花开的一天？陈建仁这样说。2月7号已贸然中断，是您的意思还是赖清德副总统？这是整个行政团队讨论出来，如果在这一段期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善意的回应，是可以提前开放的。立院开议首日，蓝军展现新国会新气势，从石安到两岸，好好监督执政党，不让百姓受伤害。记者张正明、王志恒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好，我们刚刚有看到了这个场面，真的是一片混乱哦。但是黄捷他说，他为了这个开议的第一天，还特别学了什么以色列的防身术。他说他自己有派上用场，就被着这个徐巧芯呛爆了，说：“请问落跑算是什么特别的以色列防身术啊？”好，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为什么整件事情呢会有抢麦克风，就是因为罗志祥谈到石安说：“好，如果你们找卢秀燕来这个立院备询，那我们也可以请这个陈市长呢来这个讲一讲。”现在的这个这么恐怖的这个像这种虾味鲜的这种的毒虾味鲜的事件呢，那是不是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要来备询呢？好，讲着讲着，就爆发了口角冲突，想抢麦克风了。那网友说啊，熟悉的立院回来喽。又有人说绿色没过半就开始动手动脚了。另外又有人说黄捷呢想博版面，其实跟其他资深立委来比还差得远的。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的国民党青年部的这个前主任就说了，其实黄捷担任立委之后，他真的是很想要让大家看见他，因为他在20天内就已经连发了脸书贴文19篇，等于说是日更哦，几乎是日更了，每日一篇。但是呢，你每日一篇内容是什么呢？你没有提及任何国家的改革、社会的问题，你没有提及任何的政策的议题。内容是什么？我今天去哪里发红包？我今天去哪里发糖果？还有发了春联，剪了个头发，晒宠物，玩刮刮乐，以及呢跟陈其迈呢有合照等等，有点在蹭声量的感觉，这是陈冠安所说。那在徐巧芯呢，其实也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呢，包括他自己的脸书，也有在呛黄捷哦。那因为其实黄捷就有在骂国民党说呢，不会做事，只会闹事哦。他就骂他说，你这是什么以色列防身术？两个人是一来一往哦。包括他也说，那好，请问你认为这个麦克风是违规带进来的，是违禁品？你可以就这样动手抢吗？那如果你今天看到了这柯建铭违规抽烟，你可以去抢他手上的烟吗？好，这个是不对的行为吧？这完全是违法的行为了。那好，这两个人呢，双输就开始一搭一唱，这个两个人就在隔空的这个交火了。那陈冠还有说了，现在他认为的黄捷啦，是不管监督，只管也不管修法，他只管说
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跃上新闻版面。好，那接下来就要来看到了，其实两个人呢在这个脸书上面呢有互呛之外，那黄阳明也说先前民进党立委为了要反美牛反核四等等也是有占领，比如说主席台占领议事，那也都没有移交纪律委员会啊，那是不是双重标准呢？接下来我们同样还是要来视讯我们的这个游淑慧议员哦，同样还是在线上，我们就要来问了，从昨天到今天整件事情您怎么分析啊？因为现在呢包括黄杰他为了要蹭声量博版面，他可能经常会有一些惊人之举，那另外呢立院呢绿白又来乱，整件案情您怎么看呢？我觉得我实在想不通高雄一个这么没料没料没历练只因为抱对陈其迈这个大腿就可以年纪轻轻的进到立法院成为这个国家的国会成员，你成为国会成员也就没关系，你好好的去告诉人家说你要推什么法案，你的主张是什么。结果黄杰从他从政这五年来，他在高雄市的这个问政，大家甚至高雄市民不要问游淑慧，问高雄市民你们何曾记得黄杰推动的什么法案？在城中城大火的时候死了四十几条人命，黄杰有没有监督陈其迈？你的工作是监督陈其迈，不是捧陈其迈。在去年高雄冰品发生冰品中毒的时候，黄杰有没有质询陈其迈？在高雄的财务负债不断的攀升的时候，你黄杰有没有质询陈其迈？你自己不质询没有关系，你不要妨碍别的民意代表去监督陈其迈这件事嘛。每一个民意代表他有他监督的对象，民意代表彼此是互相尊重的不是像这样子去阻碍别人。我坦白说我原本对于新的国会有非常高的期待，因为我觉得都是一批年轻形象好清新，最重要是你们有念书啊，你是有读册的人耶。我们以前很久以前的立委，那一些动不动打打闹闹的立委石头法，通常立法院动武有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是多数暴力多数这个主导整个议事程序，少数的党比如过去的民进党后来的国民党，少数的党为了要捍卫自己的议事权利的时候，好，他只好用比较激烈的手段，民进党也用过，坦白说国民党也用过，在少数多数相差非常悬殊的时候，少数党只好用比较激进的方法来引起注意，这是国会暴力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过去在两百多位立委那个年代，有很多立委就是没读过册立院三宝那种型的嘛，他们本身就是讲来点就是一些打打烧烧很打打闹闹很粗暴的这种问政风格嘛，一路从地方到中央嘛。我以前在立法院当助理的时候，二十年前的时候，抄起报夹就那个报纸的那个报夹就开始打的也有。可是那样已经让台湾当年就跃上国际新闻版面，就是台湾的国会一天到晚在打打闹闹的。好了，那现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局面。现在这些立法委员哪一个没念过大学啊？第一个，哪一个没念过大学啊？第二个，现在蓝绿两党的席次基本上是平衡，没有一个特别大可以很阿法，也没有一个特别小弱不禁风的。那为什么黄杰你还要动手呢？如果他在议会开会次数够多，了解议事程序的话，他应该知道如果有议员违规带了麦克风，他可以举手跟院长表达抗议。这个在议事规则里面叫做权宜问题，他可以举手他可以表达说这个院长我有权宜问题有人非法违规的携带了麦克风进议场，你交给韩国瑜处理，他是院长你黄杰就是一个新科的立委，我认为那也是民进党故意把他推到前面你去表现你去表现反正你是女生他们不敢碰你我觉得这也是民进党，然后黄杰自己动手要去碰人家等到徐小勋来声援的时候他就一直大叫不要碰我不要碰我，那你刚刚那个动作不就是你要先去碰罗志强吗？那你为什么可以去碰人家？女生碰男生就不叫性骚扰是不是？
如果我不想罗志祥不想让你黄杰碰到的话，对不对？人家罗志祥有太太的耶，啊，你去碰人家麦克风，你会碰到人家手，人家可不可以说你性骚扰呢？你觉得你长得年轻漂亮，人家就不会相信你性骚扰吗？任何肢体的碰撞，你都要经过人家同意吧？那为什么议会一定不能动口，不要动手呢？你是不会讲话，你是不会举手，你是不懂议事规则吗？那就回去再念一点书嘛。黄杰的没料，之前大家都知道啊，看一些这个很精彩的照片博版面，靠一些很奇怪的动作，譬如说翻白眼博版面。此外，你今天又有一个博版面哦，冲上去说我有以色列防身术。请问一下，这一些到底跟立法委员的水准有什么关系？大家知道黄杰一个月可以拿政府多少钱吗？他自己的薪水20万。立法院还要编40万给这个大小姐请助理来照顾她，她就跟赖品妤一样，年纪轻轻的一个大小姐，有了赖品妤有一个好爸爸，我们的黄姐有一个好期盼，然后年纪轻轻的就有40万的助理群照顾她，然后媒体捧着她。问题是，你好好的当个立法委员吗？你举个手喊权益问题，你把球。聪明的立法委员会把球丢给国民党籍的院长来处理。哎，韩院长，你们国民党的人违规带麦克风，韩国瑜处理跟不处理，黄杰都赢了。但是黄杰就是一个不懂事、不懂议事规则，啊，只想作秀的，因为用讲的没新闻，动手才有新闻画面，所以他选择用武打片。而不是说用他自己身为立法委员应该有的职权，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啦，这就跟海巡署执法是一样的，你的 SOP 是对的你就是对的，你的 SOP 不对你就不要再去说别人不对了，你动手就是不对啊，你有什么资格？像徐小新说的啊，这个我如果看到一个人这个闯红灯，一台机车闯红灯，我可以冲下去把他推下车，把他机车抢过来吗？说你刚刚骑机车抢闯红灯了，你不行嘛？你是谁？你不是执法者、欸、在立法院院会大会里面的执法者是立法院院长。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的话，回去再多念一点书。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哦，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哦，吃了2-3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